来，我们看到第十题，雷射光用一个入射角 theta 从空气入射双层薄膜甲乙，再进入空气，那每一层厚度都是 d， 光径如图。现在用 2D 的另外一个薄膜饼取代双层薄膜，那入射光线跟射出光线位置都是跟右图一样，那甲乙丙它的速度大小顺序应该是哪一个？来，这个题目在考你什么？来，记得这四字真言，这四字真言是什么？叫做速大角大。来，速度大的角度大，所谓的速大角大就是说，当你速度越快，你跟法线的夹角会越大。 OK， 那我们就比较它跟法线的角度就好。所以我们来看图，这个图呢，来，我们非常明显，我们发现这个夹角跟这个夹角 ，OK， 乙好像夹角比这个甲还要大，乙的夹角比甲还要大，所以呢，乙的速率比甲还要快。那丙呢，它是说光线都还是在相同的位置，所以我现在全部取代它们，那我的光线在丙里面就必须要在这两个东西连起来。OK， 这个是在丙中，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在丙里面的角度比甲还要大，但是丙跟法线的角度比乙还要小，所以丙的速率介于甲跟乙之间。 OK， 那乙最快，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乙的速率大于丙，乙的速率大于丙，丙的速率大于甲。利用什么判断？跟法线的夹角来判断。